次拳击队的选手，是他拳击的底子非常的不错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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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熊敬南进入地面，连续的地面砸拳吗？砸拳之后对方的防守很不错，喜欢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因为他可以连续做地面砸拳，在以往比赛当中他通过砸拳 KO 对手的次数真的是数不胜数啊。确实，再来再来，对方在做腿防，对，尽量把熊敬南的躯干呢给顶开，但是我们看到对方的腿防完全是没有办法锁住熊敬南，封闭式防守是做不出来的。熊敬南在想办法，对，通过膝盖来固定对方的一条腿，快速的过腿，很漂亮。这个角度我们来看，应该说对方的防守很积极，没错，这是一个在地面很有经验的选手，虽然他比熊敬南年轻。哦，熊敬南，哦，把对方翻过来，这个动作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就是我们看过，就是说巴西的选手在地面防守做出这样的技巧，就是打到最后却这么被动的不多见啊。连续击打，地面锤击，地面锤击，地面的击打，这一下看看裁判怎么判啊。对方想尝试起桥，熊敬南呢现在处在一个很深的骑乘位，这个起桥起不来，因为熊敬南的这个位置已经坐在对方的胸前了，是起桥你要起的主要是腹部的力量，对，而且现在呢还贴在拳台的边上，其实熊敬南是有着力点的。熊敬南连续的击打对方的起桥，对方起桥破坏的其实熊敬南的准确性，对，对，对方的防守还很顽强，裁判不会贸然判负。最后一分钟，这一回合的最后一分钟，熊敬南继续击打，对方要有新的防守动作使出来。奥利维尔科斯蒂再把自己的观察位置离双方的接触更近一些，更仔细的观察对方的面部神态，确认对方是否能够继续坚持比赛。奥利维尔科斯蒂要介入了，没错，准备介入了。萨马拉桑多斯完全是防御被打穿了呀，裁判要介入了。35秒钟的时间，场边的教练团队也在提醒熊敬南。熊敬南要继续扩大优势，哇，熊敬南有要做锁技，但这下呢手没有锁死，有做十字固的机会啊，要做十字固，时间有点够呛，时间不太来得及了，时间来不及了。熊敬南呢这个手上这个搭扣没有搭起来，对，刚刚这一瞬间呢对方反正又是做出了一个防守的动作，是身位的转换出来，时间不够了，这个回合要终结的时间不够了，对，影响啊，是还是抱持，还是又回到贴在自己的胸口，嗯，让他找不到一个可以砸拳的一个办法。哦，还想抱摔熊敬南啊，抱摔成功了，抱摔成功。刚刚萨马桑托斯难得的在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个骑乘位，但是马上让熊敬南起来之后呢，他想顺势做一个断头台，但是他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做断头台了。他的右手呢勉力控制住熊敬南的下巴。哦，漂亮，这是漂亮的一个拦过腰摔啊，这些犯规动作他就可以做多做一些地面的砸拳，这是很有效的。是熊敬南刚才其实是一个南北位，他没有要这个位置啊，还是回到侧面来。马拉桑托斯很危险了，尝试还是做腿防做得不错，对，熊敬南的这个动作啊，把对方翻起来，翻起来寻找他的这个破绽啊。从这个角度我们看不到熊敬南想要做怎么样的，尝试可以做一个逆身的十字固了，是我们看到萨马桑多斯这一下，哎，这有一个肢体是缠在一起啊，可惜是桑多斯，好的，第一边转身的一个扫踢，好的，哎，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，那个后直啊，打完以后，那个后手拳打出去之后啊，萨马拉桑多斯顶不住了，直接摆手示意打不了了啊，坚持不下去了。哦，熊俊南这一下打得分量挺重。